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后，请登记发言的委员发言。因为这是第九届届期结束，所以我们酌予放宽每位委员发言时间为三分钟。首先，我们请吴委员致扬。欢迎会，如果有闭月感言的啊，可以赶快来登记啊。好，来，请吴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午安。本席先要跟各位恭喜，也很荣幸跟各位有机会共事。这是我第二次在立法院发表惜别演说，上一次是在民国98年，志扬转战桃园县长的时候发表过哈。那志扬担任过第六、第七跟第九届的立法委员，这15年来，志扬有些心得想要和跟大家分享，这里面有一些期许，当然也有一些恳托。首先，我希望未来不论谁执政，不论国会谁是多数谁是少数，中华民国的国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国会应该要自重，拒绝再担任橡皮图章甚至政治打手的角色。人民期待的立法院是一个从老百姓的角度去思考的国会，国会是属于人民的。另外，志扬长期在司法法制委员会服务，所以不论你是五权宪法的拥护者，或是三权分立的倡议者，司法总该要独立吧。但是我的观察，台湾的司法独立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我希望几年后再也不要听到有半蓝不半绿、半绿不半蓝这样子的声音。从人民的角度，通通给我办。司法应该轰轰烈烈，主动办几个大案，这样子才会大快人心，赢得民心。另外，多年来我从事选举，我发现多年来我们台湾的选举风气并没有太大的进步，仍然是抹黑、栽赃、贿选、绑桩，还是常常发生。我希望每一个政党都有责任去要求要进步，要自我约束。另外，会有这样子的风气，那就表示有人认为这样是有效。那为什么会认为有效呢？那就跟刚刚讲的司法独立是有关系的。我想请问相关单位，难道你们还要看最后谁得势才来决定是否处置吗？最后，我一个恳托，我所参选的桃园第二选区大园观音新屋杨梅，对整个台湾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但是它的幅员很广大，发展很困难，问题很复杂，所以我恳请各位朋友，除了你们的选区以外，也请对桃园第二选区多多协助关心。最后，我请大家支持中华职棒，支持中华队。好，谢谢吴委员。下一位，我们请林委员立场。好，谢谢。刚才有来林委员，我刚才讲话都这个样子。我们不用再院长、各位委员以及全国新移民的朋友和所有关心新移民的朋友们，本席很荣幸在4年中为54万个新移民家庭在国会请命，监督政府重视新移民，保障我们的相关权益，同时也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多元文化的发展对于我国的竞争力及重要性。简单来说，不管是政府
部门还是民间社会，唯有建立一个友善、包容、和谐的主流价值，中华民国才能真正的落实对人权的重视。而这个目标不但是我个人的终身志业，也是执政者应该公开许诺全国新移民的朋友的美丽愿景。这四年任期中，我们一起努力推动很多的工作，包含了修正国籍法、推动陆外配权益的衡平、成功为新移民为陆配的工作权的年份限制争取脱套那个解脱，那还有开设了模拟的投票，还有让未纳保怀孕的新移民纳入全民健保或是申请替代健保同等的补助。那这是我们保障新移民妈妈及台湾之子的决心。感谢每一位给立场，感谢每一位曾经给本席意见的新移民朋友，没有你们的帮忙，我不可能完成这么多的工作。感谢每一位曾经给过我支持指教的委员同事，因为你们的讨论让社会看到了新移民，同时也知道新移民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感谢全国上下关心新移民的每一位朋友，因为你们的存在，我们不孤单。本席在这边请托第十届的立法委员，新移民的权益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大家的支持，例如未纳保的新移民纳入全民健保，设立新移民的委员会，以及推动陆外配取得身份证的年份一致等等。本席将新移民的困难带进立法院，但立法院不能因为本席而离开，忽略了新移民。我曾经在这里请托许多政府官员要保障新移民的权益，现在我必须也要向下个月要上任的新科立委做最后一次的拜托，立法院中不能没有新移民的声音。最后，本席要对其谢谢林委员。下一位，我们请同委员惠珍。院长、各位立法院同仁，大家好。这个，我从去年回到台湾来，这一年多来在立法院的经历啊，这个深深体会到，立法院所有的立法委员站出去，都不是像我们平常在这个荧光幕前看到的光鲜亮丽，而是事实上，这个立法院里面所有关认真的在立法院没关心的所有的立法院所审核的各种的法案。关系的全台湾的预算跟民生，是跟台湾所有的民众还有台湾未来的发展紧紧相连在一起。而每一位立院的同仁，每一天在这里都非常的认真，为自己所提出的法案跟预算在帮人民把关，或者在帮人民着想。去年我回来到现在这一趟的这个立法委员之旅，虽然时间不长，对我来讲是一个惊奇之旅，也是一个学习之旅。这一年来，我从一个立院的菜鸟到夏慧琪担任了立法院的招委，走遍了台湾的很多的城市，了解重新了解台湾，而且看到了台湾的各种新的建设，看到也帮忙了很多的这个各县市来争取这个所谓的交通或者是各项建设的这个预算啊，深深的深入台湾。所以在这里非常非常感谢所有立法院的同仁，包括院长、副院长，还有所有的立院同仁，当然也包括我们立法院的同仁，还有我们立法院的党团啊，给我的很多的协助啊，我在这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一年来给我的所有的帮助啊。那我是这一届唯一的一位侨选的立法委员，
所谓侨选立法院从国外回到台湾来，就带着所有海外侨胞对台湾中华民国深深的关心、深深的关怀，跟这个未来台湾要怎么发展，海外的侨胞都身在海外，可是一颗心都连着台湾，永远都不会割断。所谓我们关心台湾，中华民国是不是会一直连续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侨胞都希望我们在场所有的立委每天所审的法案都关系着台湾未来的发展，中华民国能不能永续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就请大家一起把关，为所有的这个台湾的民众还有我们海外的侨胞深深的关心的这个重点啊。那我本来回来也希望把我们海外的观点、国际上面的重视的这个焦点都能够带回来，引进到我们的立法院里面来。但是这一年多来呢，我看到的很多哦，因为台湾现在有好多在这个民主进程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大家所谓的朝野的对立哦，这个非常的严重，然后影响到所谓两岸的关系不和谐，一直延续到这些都对台湾有非常的这个多大的影响。我想侨胞的心声无关乎就是希望台湾要好，中华民国要富强。我希望接下去能不能不要有这么多的所谓对于在野党的追杀，或者是说对社会的一个这个平安。谢谢童委员。下一位，我们请游委员美女。谢谢我们的院长、秘书长、我们的立法院的同仁以及我们所有的立委同仁，美好的仗已经打过，谢谢各位陪伴我四年或八年在立法院共同度过的岁月，很荣幸能够在这八年内历经在野与执政，历经洪仲丘事件及狂飙的太阳花学运与三温暖式的同婚合法化的历程，这八年来有欢笑有泪痕，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没放弃守护台湾，协同社会一起前进。身为人权律师、女权斗士，性别人权和思改是我的使命，而无论在野或执政，我和立法院的同仁，大家努力的使命必达。我们一起在国会完成了司法改革、国会改革、预政改革、年金改革、转型正义、监院改革、考试院改革，通过了民间团体奋斗了一二十年的无数法案，也成立了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国家人权博物馆、国家人权委员会，废除了特侦组，并且使军事审判回归司法。我们更且通过了同婚法案，让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婚合法化的国家。我们也在立法院成立了性别平等委员会，这要归功于我们的院长，提升了立法院同仁的性平意识，并且精进法案的性别影响评估。我们的国会图书馆也设置了性别平等书籍专区，立法院也成立了托婴中心，解决所有同仁的育儿焦虑。我们更大力的扩展国会外交，目前已经成立了70个多个国家的国会交流联谊会的次团体，并且我成立了第一个跨党派的人权促进会，开展人权外交，并且每年在院长的带领下，我们一年大概接近100多个国家的国会议员，分享台湾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让世界各国的国会议员对台湾的发展印象非常的深刻。那当然我要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 NGO 的朋友，也因为他们的鞭策，让我们能够通过这么多的一个法案。时间很短，要做的事情很多，还有很多的未尽之业，包括
跨国的同婚、收养子女、人工生殖、通奸除罪、国民参与审判、团体法、只有机会游行法、难民法等等，但是历史就是一棒接一棒的创造出来，未来也将有其他优秀的立委以及在座的留任的立委，大家在立法院在人权、性别、劳工、环保等等各个议题上继续努力，台湾的得来的珍惜不易的民主、人权、法。谢谢游委员。下一位，我们请陈委员曼丽。非常感谢大家，有这四年的时间让曼丽能够进入到立法院来跟大家学习。那当然在这四年当中呢，我看到了就是立法院的同仁都非常的认真，还有我们行政团队都非常的棒。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大家一起努力，然后把很多的法案都让它通过。我认为我在立法院里面能做到的就是我们把民间团体关心的资讯能够公开，而且呢能够让公民参与，所以很多时候我会开一些协商会、沟通会，甚至公听会。那我们也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很多民间的团体都会在电视的那一端或者网络的那一端呢，都能够来看我们立法院开会的情形。我想这个是我们国会的一个公开非常棒的一个例子。另外也是在立法院里面推动了绿能国会，因为我们立法院现在也装了99kW的太阳能板，所以呢让我们立法院可以跟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国家做立法院的绿能国会的一个互动。那我想说在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很感谢立法院的苏院长在这个部分全力支持，让立法院能够在这个绿能的这个部分呢能够做一个示范的一个效果，能够让各公部门还有私部门都能够来进行绿能的这一件事情。另外我也非常感谢，我在立法院的前三年是在卫环委员会，所以呢我所熟悉的环保署、卫福部还有劳动部这样子的业务呢，我都尽心的发挥一个先锋的功效。另外在立法院的第四年，我进入到外交国防委员会，我也对于我们国家的外交、国防、卫福还有侨委会和国安会，对这些单位有进一步的能够了解。我想对于一位从来没有当过兵的女性来说，其实能够了解到我们的一些的国防上面的一些的军备的装置，甚至呢在很多的法案上面跟大家一起在做一个努力的协商，我想这对于我来说也是对国家的认识更深一层。最后我想要表达的是，虽然我没有再继续再连任，但是我已经知道我们立法院里面的每位委员所擅长的长处在哪里，关心的议题在哪里。以后我回到民间，我想应该还是会跟很多的关心的民间团体一起在做合作。那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会知道哪些法案可能也可以拜托哪些委员能够来帮我们民间继续的做更多的法案和政策的监督。所以在这边最后我想要表达的是对大家的感谢。那我虽然没有在立法院，但是我相信以后还会在立法院跟大家经常的碰头，我们再一起来努力为台湾更好发声。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陈委员。下一位请吴委员坤玉。应酬，咱各位立法院的同仁，大家午安，大家好。人讲做人呢，做代志爱有头有尾。我第一届伫行政院接顺，我用台语，所以最后一届嘛应该爱用台语。但是我知影讲用台语呢，其实伫正式场合无许好，会当讲啊做完整，
其实我是台中台语演讲会创会会长，我参加过台语演讲会有适当的历史啦，吼。当然真欢喜，我感谢蔡总统甲民进党给我这个机会来立法院来学习。因为伫我的过去的人生规划内底，我拢无想到我会来立法院来做立法委员来审法案、审预算。当然，我来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讲，咱做些民生相关的政策，爱用科学、用理性来制定政策。对每项政策呢，爱了解讲伊通过以后，对咱的社会、对民众有啥物好的影响，还是有啥物歹的副作用。咱的国会有需要改善，有需要改进。当然，咱讲台湾的民主化呢，高于中华党的历史，交美国等欧美先进的国家来比呢，咱算个囡仔尔。所以，咱要有足长的路要行，咱。当然，伫国会审议案政策的决定，这就是要考虑到政治的因素。但是上基本要用科学做参考，这是我当前是最后决定要来接受民进党提名做部分区立法委员的上大的目的。因为我的专业叫做风险，我做的研究就是风险，所以伫立法院的环保、食品安全，要用风险的角度来做决策。真欢喜，我可能是伫有史以来伫台湾立法院的办公室有一个助理，因为要对食品安全有趣味呢，最后发表一篇文章伫国际的学术杂志内底，最近应该会刊出来。我有甲秘书长报告，其实这篇无得下来，无得下立法院爱做保存安尼啦，吼。当然真欢喜我照条任期已经伫做将伫正月三十日结束，二月初就等于台湾大学公共卫生行业继续教书做研究。未来我会做食品安全政策、环保议题政策的相关研究。阵有需要参考的人，欢迎吼来找我，我会尽量来帮忙。这个物件一定爱以民众健康的角度来看。咱若无考虑到民众健康的角度，我想这个议题一定伫社会会造成足大的争论，会引起足大的争。谢谢吴委员，谢谢。下一位，请李委员俊逸。主席，各位先进，这是我五进五出立法院，我曾经在二楼当过国会记者，每天忙着写稿。我也曾经在办公室里面做执行稿写不出来的国会助理。我也担任过部会的国会联络人。那我也曾经来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政务官。那这一次八年的立委生涯，今天也要告一个段落。那我想我个人的体会拿两点跟各位分享。第一个，立法院就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我们就是一个合一制的地方，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想法，也有不同的主张，但是立法院最后还是要大家共同来决定。所以我们不可能有一个人什么都懂，我们也不可能靠一个人解决所有的问题。如何跟大家好好的相处，如何在大家这里经过政策的辩论，我们充分地找到一个最大的共通点、最大的妥协点，这是我们立法院的责任。那我想，我们立法院花太多时间在抗争，花太多时间在对抗，我们比较缺少的是我们政策的辩论，这个还有待我们新的一波、新的生力军共同来努力。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立法院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的社会，然后更重要的是选民选我们就是要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来制造问题。所以你的知识、你对议题的熟悉度够不够，有没有制造更多的问题，或是你对议题的坚持会不会因为你的坚持反而让法案没有办法推动下去，这都是我们必须思考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在这里我们山水有相逢，但是我期待的是我们有更好、
更能够表达民意、更能够解决的立法院，这才是人民之福。在这里我要用一句话跟大家共同来勉励：沧海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知晓。珍重再见，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李委员，下一位请钟委员孔照。讲客家话，哈哈。哦，杨总，伊是女人，还有我们在座的各位委员，大家好，大家好。四年前，我跟着各位一样，带着人民的期许，我们进入了这国会的殿堂。我记得我当时的大声功，进入了为民挥手，代表着我们客家，也代表着我们劳工朋友。四年来，我们一起通过了甚多的法案，这么多的法案，有些也许深受美光灯的照射，有些法案可能不在我们注意的范围。这个法案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困难，也有非常艰辛，比如同婚或者年金改革，有些可能不受大家的注视，但是却关系着我们劳工未来的事件，劳动事件。有些透过人民的期盼修改了，比如酒驾，或者为了修正儿少的预防等等，都透过我们这一届四年来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该为我们感到骄傲的是，我们总共通过了635个法案，大家自己鼓掌鼓励一下。我们透过审理，我们透过即便，我相信不管是大是小，是轻是重，我们都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未来的改革。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值得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更未来。四年后的今天，许多委员继续留在国会里面，也有些委员跟我一样卸下职务，但是我相信未来回首之时，我们在这四年一定会看到我们这些的改革，我们会看到它的茁壮，我们会看到它开花结果。最后我想在这边再次跟大家的分享，我当时进来的时候都朗诵了一个劳工徐平的诗，我想再一次跟大家分享：地球不只为有钱人在转动，太阳不只为有钱人在起落，四季和风雨是我们大家的，我们一起度过，阳光和心无论你离开或者留下，我们永远都与人民站在一起，这是我们一国的人民最亲密最重要的称号。我说发了说安息在我们家上港湾家上港湾，感谢，感谢总委员，感谢啊，感谢谢文颖。下一位，我们请何委员致委。我真的是来说谢谢的啦。
其实在今天此时此刻志伟补选还不到一年，首先我要跟院长还有跟我们现场每一位同仁跟你们说声谢谢，在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在你们身上我学习到非常非常的多，这是一个代表台湾代表人民的立法院，首先再一次表达感谢。那我要肯定蔡英文总统所领导国家的方向，我也要感谢苏院长以及所有整个行政部门过去的努力。那志伟在过去呢是在司法法制，我在司法法制委员会，我们通过非常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些立法，在这一届的立法院是中华民国是我们台湾有史以来通过最多法案的一个立法院，同时数量不是重点，而是值才是重点，有些是累积了几十年以上很难做到的，民进党我们做到了。我们在未来的时间志伟有幸能够在立法院继续努力，我们还会继续做我们的国会外交，我们会坚持对于同婚的立场，还有酒驾的部分我们也会持续打击它，从一个社会教育乃至于生命教育的方式着手，让台湾真正能够达成酒驾零容忍，酒驾零容忍的目标。那但是对未来的期许，台湾在这一次的总统大选，其实不要小看台湾，我们立下了一个全世界的典范。当全世界所有的先进国家正在为资安、正在为假消息所苦恼的时刻，台湾我们结合民间的力量，我们结合公民的力量，我们打假消息、打假新闻，我们做到了。那同时我也看到，在未来资讯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对未来的期许，我看到在资安上面的确它的威胁是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对于台湾来讲，我们也看到未来的机会，资讯安全的应用、资讯安全的防护、资讯安全未来如何好好在于个人的个资以及国家的安全，在人权上面如何取得一个平衡，是我们在未来最大的一个挑战。那今天在这里我很骄傲，很骄傲能够代表年轻的世代，能够代表我的选区在立法院持续的问政。我也在这边要再拜托，不管是否有留在立法院的同仁，你们都是志伟所尊重的，那也请在未来的路上我们一起努力，让台湾变得更强壮，让台湾变得更美好。再一次跟大家说声新年快乐，也同时感谢我们的公民朋友还有媒体朋友长期的鞭策，我们会做得更好的。感谢大家，多谢你，谢谢。好，谢谢何委员代表在院的委员致答辞啊。发言会本次会议议程首类讨论事项已处理完毕，依据立法院议事规则第54条规定，本届最后一次院会之议事录于散会前要宣读，请林秘书长宣读第八会期第一次临时会第一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八会期第一次临时会第一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9年1月14日上午11:16至11:18，1月20日上午10:00至10:26，10:29至中午12:42。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习委员永明等110人，请假委员陈委员怡杰等3人，主席院长苏家全。讨论事项第一案决议照审查总报告修正通过，其他事项本次会议议事日程照议事处编撰草案通过，宣读完毕。发言会针对本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做以下之宣告：第八会期第一次临时会第一次会议议事录确定。那么今天是立法院第九届最后一次的院会，我要特别感谢所有的委员同仁、国会助理、立法院所有的职员工
以及所有监督国会的媒体的朋友，这四年来大家同心协力，积极推动各项国会改革与行政的革新的工作。立法院就像一部大型的机器，有赖各种齿轮紧密合作，才能够顺利进行运作。在立法院，不管是委员、国会助理各单位工作的同仁以及媒体的朋友，因为有各位在第一线任劳任怨的付出，才能够让议事能够正常的运行，大家都非常的辛苦，谢谢大家。回顾这四年，我们一起推动国会透明化，借由国会频道的设置，重建人民对立法院的信心，为台湾的民主提升奠定长远发展的一个基础。我们也一起推动各项行政革新的工作，包括定期召集院务会议，也成立采购的发包中心，让立法院没有任何的弊端。我们设置国会的托婴中心来照顾我们的小 baby， 我们推动绿能的国会，在我们的大楼我们加设太阳能板。那么同时我们积极的推动国会外交，一直到现在为止，全世界总共有史以来最多的国家的国会议员到立法院来，总共有107个国家。我想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台湾与世界能够连结，能够交流。这四年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虽然我们有一些委员即将离开这个岗位，但是我相信立法院的改革不会停止。希望立法院在未来的院长以及各位留在立法院还是新进的同仁的努力之下，能够让台湾这个最高的民意殿堂为国家带来更快速前进的力量。谢谢大家。发言会本次临时会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一路顺风。啊，谢谢啊，必须掉了，哎，来，一起来，来，好来，好，好来，好，挥个手了，好了，挥个手，好。好，来背背硬掉哈，好来，我在外鬼，好，谢谢，我要不要装病花眼呢？哈，对不对？这两束花今天吃那个，来。